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如果外力以牛顿当单位，然后位移就距离以公尺当单位，质量呢质量以这个公斤当单位，那么公的单位，公的单位就是什么？公的话这个公就是 FS 嘛，FS， 那 F 呢是牛顿嘛，啊 S 的话呢是距离，距离的话是 M 嘛，就是牛顿乘以呢公尺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B， 牛顿乘以公尺。